我拿阿爸的身份证，你要通过了，那阿爸是82岁台湾最强阿爸上线啦、啊！感觉现在工商最赞应该是麦，根本没人给我麦克风，好不好？只有海盗船给我过，没人给我麦克风，想要有那个可以唱歌的那种麦克风，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观众就喜欢破麦，真的吗？那也没问题啊，破麦就是好麦。等我一下，没人有电话，超级麦，这样行情好是不是啊？行情好是不是啊？可能这个人脾气真的很差这个人脾气不太好。这个人再这样子打这个 CS 下去，迟早会死在路边的，真的。你娘妈的，一定被人家堵在门口，直接妈打断我的腿，超危险。阿贤，下次 QA 是什么时候？应该是10万订阅的时候。完美有审核过吗？不知道，我看一下啊。就是这时候，差点退网，那时候真的想退网，那时候真的是很累啊。我一直被 ban，然后跟你们玩，然后又被 ban，又被 ban，玩到不太想玩。我拿阿爸的身份证，你要通过了。拿阿爸是82岁台湾最强阿嬷上线啦、啊，来喽！82岁台湾第一阿嬷，屌虐局应该算是阿宙了，10名认证通过提醒，最顶的。我拿阿嬷的身份证拿他妈的弄一弄就过了，我阿嬷都能赢，那你阿嬷出国怎么办？阿嬷不可能，这辈子应该是很难再出国了吧？他连在台湾都不想出去了，还出国？有人在私讯发私诈骗广告，留言是注意，别点，有任何英文或者是那种乱码名字的都别点，谢谢。任何私讯有什么网址，全部都别点。那个温馨提醒。温馨提醒，请问怎么绿色认证呢？普通，前往认证。排队超过一天，请 Steam 视频全部打开，排一天请勿关闭，确保 Steam 隐私中游戏详情设置员未勾选，若已开启排队过程，正式再公开一次，重新计算。你要先把隐私打开，我有开啊。以后是都不能聊两性话题，反正就是了。现在我那个那一天，我们看收贝的上那个统神什么统神电台，他不就讲了吗？现在国外政治正确很严重啊，什么都不能讲了。唉，我要去尿尿啊，先帮我看着我的物品库啊，免得我东西被偷走。爽！别人的庙会看起来比较好玩，哈哈。又打架，没洗手，有啦。好多观众认为你欺负阿嬷，
刚来，请问阿贤头怎么破了？打输阿嬷，阿嬷太顶了。破血流，十天的隐私怎么打开？隐私在哪里？起司？阿贤怎么脾气改这么多？一半是因为我上班也没那么多体力在那边跟你发脾气啊，很累的、啊。以前是因为我每天吃饱睡好啊，我每天玩电脑玩到10点11点，然后大概1点2点。就睡到早上大概10点11点呢，睡得很饱啊，睡得很爽啊，每天睡得这么饱，我现在都12点睡，早上6点多就起来了，甚至是5点多就起来的，早班早一点的早班5点多就起床了，哪有那么多体力啊？去公司还要搞一些有的没的，很累的啊，基本上是每天都没睡饱的，这个要很久吗？数据排队中。这个第二个是什么？在哪里打勾？什么是隐私游戏？个人资讯那边调，个人资讯的隐私设定 ，Steam 的吗？在哪里啊？个人资讯没差啦，大不了玩这个平台不要嘴中国人就好了，怕什么？对不对？跟中国人当好朋友嘛。但就这样就不会害阿嬷被查水表了。要这样低声下气的哦，现在要做啥？数据更新一下。账号价值加5000，游戏忠诚度加5000，蒸汽平台实名认证加500，不良记录加0，好友安全度-250。我怎么啦？我的好友都假账号是不是？我怎么样了？我的好友是怎么样？但是还是远超5500啊！血虐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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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绿色认证。